颁奖，戴上皇冠，谢谢二位，有请婷婷、范范获奖感言。直播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我是 FI 超电金门路的王婷婷。票的粉丝，然后对，其实虽然说今年的目标是第一名，目前来说的话没有实现这个目标，但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有一种心里一颗大石头放下的感觉，就其实觉得还蛮轻松的，所以希望，对，所以希望我们粉丝们不要哭，对，也是，对。所以希望我粉丝也不要哭，也不要觉得留有遗憾，因为都说比起结果，其实最重要的是过程嘛。在这个夏天，我应该其实没有留下遗憾，因为在这一年向着这个目标努力的这个过程中呢，看到了我的粉丝们为了我大家凝聚成一股力量在一起的样子，也看到了大家为了我这个目标拼尽全力去努力的样子，尤其是今天获得了27万票嘛，其实让我还蛮惊讶的。其实在这一年说出这个目标的时候呢，也觉得很心疼大家，因为这个目标还是很艰难的，所以经常有看到大家总是愁眉苦脸忧心忡忡的样子，也有觉得很自责，觉得很心疼，尤其是有，对，尤其是握手会的时候看到大家都日渐消瘦，满面愁容，说为了支持我的小偶像，我把吃饭的钱，把买奶茶的钱都省下来给大家投票，所以就其实很心疼大家，但是有一句话必须要说，喝奶茶喝多了真的会胖，对，所以为了感谢大家把喝奶茶的钱省下来给我投票，我决定明天请大家喝奶茶，对，明天后天来握手会的朋友们请大家喝奶茶，也谢谢大家这么一直支持我。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其实比起总选对于我的意义的话来说的话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跟粉丝之间的联系嘛。看到大家这么为我努力的样子，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已经不仅是偶像和粉丝的关系，我们是为了同一个目标一起奋斗、一起战斗的战友的关系。所以希望以后大家也能够继续跟着我继续奋斗、继续战斗。然后谢谢大家。然后嘛，今年也是看到了很多优秀的后辈，去年有说过希望后辈都能够来赶超我嘛，今天确实也看到分团大家都很努力，非常厉害，所以希望大家继续加油， SH 的成员也继续加油。今天也是这场演唱会也是有史以来歌单最多的一次演唱会嘛，也是首次303个成员在台上表演同一首歌，就是感受到了 SH48 Group 在越来越壮大，也是很让人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吧。所以希望以后的以后 SH48 或者是其他分团大家都能够发展得更好。然后最后打一个小广告，9月27号由我参演，然后卢庚戌导演的电影《一生有你》要在全国上线，希望喜欢我的朋友们大家都能去看，不喜欢我的朋友们也能去看一下，看看我是不是演得不好，是不是演得很烂。所以谢谢大家，谢谢，我是 FM 周界金门的王婷婷。王子杰，王子的呼声好高哦，王子
来，有请。我想下排名第一名，得票数40万2000。